最近孙有朋晒出杜飞翘辫子表情包，表情包为井深深雨蒙蒙中杜飞的台词：我看我快要翘辫子了，我这儿痛那儿痛的。中三天第二季录制的第一周，杜飞绝望绝望绝望发疯一样的绝望。之前中三天二大量路透照曝光，赵薇已经开始在店里张罗了，随后舒淇拖着行李箱现身，其他加盟的明星陆陆续续到达，餐厅外有不少粉丝围观，但暂时还不能接客，可能有些地方还未做好准备。最近守候在餐厅外的粉丝晒出拍到的照片，五阿哥苏有朋现身了。当时他戴着帽子和眼镜，上身穿一件白褂，下配牛仔裤和板鞋，一身少年的打扮，阳光帅气。苏有朋是个家喻户晓的明星，小虎队时期已经红遍整个亚洲，而他的单曲也非常火，像背包、擦肩而过、勇气等，当时已唱遍大街小巷，可以说是相当流行的歌曲了。后来苏有朋饰演还珠格格里的五阿哥一角再次走红，后来又拍了几部剧，都是响当当的爆款。